我还是只能说这个产品很夸张，很神奇。很夸张，但不是正确吗？哎，这样是正确的吗？因为我真的不是很会用哎。嗨，我是志敬。我平常觉得化妆就超麻烦，我看这个眉毛的话，它可以小时哎，超浪费时间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睡觉，所以我平常就很难化妆。而且我不太会化，出门只画个口红而已。我觉得你这样加起来应该要4-5千块吧？用开的，开的 Loki。当然是开的 Loki 啊。有一组彩妆品，它不到1200就可以让你化完全妆，会吸引你吗？会耶，跟4-5千差那么多，当然会吸引啊。我今天就要来用这四支，还有这个来化全妆给你看。你知道是哪一个？这个吧。不，应该不会压错了吧？我应该没错吧？好，我要开始化了。很夸张，但不是可以的吗？哎，这样是正确的吗？因为我真的不是很会用哎。推起来其实蛮好推的，比想象中好推。哦，对哦，然后你还可以点击精彩。眼影口红，你帮我用手指推开就好。手指哦。对。好。No！ 我觉得很神奇，是因为就是用这支彩妆棒，然后就画这样。就是平常不是有些化妆可能就那么多罐，然后就用这视频就可以画全妆出门，然后画又好，所以我觉得超神奇的。CP 值高嘛，就是比较经济实惠。很适合你吗？对，很适合我这种懒人，想偷睡觉的人，还蛮适合给那种学生啊或者小资懒人，很快速化妆。我还是只能说这个产品很夸张。四支再加上一支刷子，只要1200的，赶快去买了，真的比较厉害，让我化妆变厉害。MKUP。